不敲啊？先别急呀、啊，你让他缓缓。着急，我听出来了。静儿虽然不懂音律，但她能够拿那个打乱你爹吹的曲调。你这小子居然还有这一手！哟，你爹变调了。这小子年纪轻轻，却有如此定力。耀兄，耀兄，我看这局可以停止了吧？没想到郭贤侄可以抵御我的箫声。七哥哥，多谢黄岛主眷顾。若不是黄岛主及时收手的话，晚辈可能性命不保了。还叫我黄岛主？为什么向我磕头？不知道，蓉儿叫我磕的。傻小子就是傻小子。这一局，欧阳贤执胜。